就是第十四课的内容嘛，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处理语言。好，那我想你们听到我要教你们处理语言，你们也可以了解了，因为现在语言模型很红嘛，对不对？那个为什么我一定要教语言，这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如果这边没有好好上的话，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ChatGPT， 或者是Siri 它比较像语音，它比较不像语言。但是这个现在语言模型这么的强，我们一定势必得了解语言模型是怎么做的，对不对？然后以前的人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以前就是在去年以前的2021年以前的语言模型，你们也从来没有觉得它有多厉害啊，对不对？你们在2021年以前有听过任何一个能够理解语言的产品，然后做得非常棒的吗？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吧，对不对？你们也许很常用 Google 翻译，那你们觉得它翻得好吗？你们可能不会觉得它翻得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2022年以后不要讲翻译了？这个甚至它还可以做出一些神奇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等于说这几节课要学习的目标了，了解语言模型，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言，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introduction。语言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它比图像更具挑战性。为什么呢？来，图像，大家这个虽然我跟你们讲说，这个之前有这个研究说这个用猫咪啊的眼睛啊来研究，它可能去识别什么哪些图像特征嘛，对不对？那语文字那个图像，我们还可以找猫咪来做，还可以找狗来做，对不对？啊，你们现在告诉我语言要怎么拿什么动物来做？啊，你发现没有办法拿动物来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啊，你说什么动物会讲话？好了，今天就算我们觉得海豚会讲话，好不好？有人说海豚会讲话，只是我们听不懂海豚话，那我们也很难承认海豚的语言复杂度跟我们的语言复杂度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语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直到今日为止，我们都还是不了解到底我们是怎么理解语言的，对不对？你们讲得出来吗？应该讲不出来吧，对不对？那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很难设计啊，因为我们以前设计模型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抄生物的嘛。那我们现在发现没有得抄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如果我们要做语言模型，我们以前的人啊，他到底是怎么做的？他用的是一种模型叫磁带模型，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叫 Back of Word Model， 有时候他们叫什么 BOW 之类的。这个模型啊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这边有一段话，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一段话英文的，我们就讲英文就好了，因为英文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常用的语言。而且你们未来，如果你们要进医院要写病历，你们用的也全部都是英文嘛。好，那英文的这个语言的特性是什么？就是一个单字，它是以单字为单位的，对不对？然后用中间有空格或是标点符号把它隔开，这样可以接受吧？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前处理的程序，然后去知道说哦有没有出现 the， 有没有出现 quick 这些字，这样可以吧？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字典，这边有我所有的字典，这样可以吗？然后我问说 document1 它出现了一次 back， 出现了一次 dog， 出现了一次 fox， 这样可以了解了。这个模型，这个语言模型应该大家看得懂吗？就是我的资料，我的文字经过了跟字典的比对之后，它被转换成了有几个什么字，有几个什么字，这样可以吧？好，那接着呢，这样既然已经变成有几个什么，有几个什么了，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值预测任务？这已经不是语言预测咯，这是一个数值预测任务，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当然啦，就是为了就是 有一些单字它其实是没有意思的，主要说 for is of the two 这种单字啊，你统计出现十次或出现二十次，它也不带来什么意思嘛，对不对？那这个叫 stop word。好，那有时候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抓的是片语。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啊，举来说，这个我们讲中文好了，举来说，
这个，假如说这个蔡英文这三个字，这英文跟蔡英文这是完全不同意思，对吧？英文我们讲意思跟蔡英文讲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也许有时候你不是只抽出 turn， 你还会抽出骗你，这样可以哈。好，那这一种方式啊，非常类似于类别变相的处理，你相当于把 document 当作是一大堆类别变相的组合，这样可以了解了。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问一下大家，我们这个是有加分的，好不好？这样的处理方式很粗糙，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非常粗糙嘛，对不对？你们觉得粗糙在哪里？来讲一下。顺序资料资讯不见了，没错，好，这是第一个。来，等一下俊和，等一下给他加半分啊。来，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除了顺序以外，还有什么缺点？出现什么？字数的量。你是说这个数字的大小，还是这个的长度？哦，主要说 is 跟 are， 它是分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想说这个吗？文法跟顺序大概是同类的啦，就是它没有顺序这件事情本身就包含了文法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你刚刚讲是，我们刚刚翻译之后确定讲是不是这件事啊？那我们假设是，我们就给你加半分，好不好？就是，假如说有很多字，它意思其实非常非常接近，假如说意思啊 ，the 啊，哎不是意思啊 ，arm， 对不对？这些单字它是不是都是 be 动词，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假如说这边有个 dog， 对不对？那 dog 跟 dogs， 它意思是不是非常非常接近？好啊，但是你如果要把它算成同个字，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对不对？因为相近但不等于。那你如果把它算成两个字，那这样这个长度会有多长？你们可以想象吗？这个长度应该会非常非常长，对不对？那我们之前的这个我们在做数值分析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强调过吗？这个特征数如果太多 ，sample 数太少，这个做起来会不好，对不对？好，那我们一样给你加半分啦，好不好？虽然都是我讲完，好，所以这个 back of word 模型它是有一些缺点，对不对？可是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好处就是简单，这样可以哦。那简单啊，假如说像什么垃圾邮件分类，哎，就很适合用这个工具。假如说出现什么网购啊、推销啊之类的字，对不对？你也不要管其他逻辑，就把它挡掉，这样可以哦。好，所以说这个模型啊很简单，但是效果在某些领域不错，简单的领域不错。好，那哎，还有其实除了那个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有用啊，主要说 Google Search， 你们的字顺序调换，你们结果有差吗？没有差，对不对？啊，你们有试过吗？你们想要打两个单，你们想要找 A 字跟 B 字，你们把 A 字跟 B 字的顺序调换，结果有差哦。啊？你在 Google 的时候，你会给他一大串句子哦？应该不会吧？现在 Google 没有那么厉害吧？ Google Search 应该没有那么厉害吧？ Google Search 应该都是打关键字的吧？可以吧？哎， Google Search 也是用磁带模型做的哦。好，那你说 Google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是用磁带模型做？主要他想要希望是速度要快一点，因为这个方法就很有效嘛，速度很快。因为你打完字之后，相当于就一串像那样，马上丢进去，马上结果就出来，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先下载一下，这是三军总院，就是105年1月的这个病例资料。那这个病例资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例资料。好，你这个 discharge note 这里有非常多，就是出院病例摘要。然后你随便找一篇，假如说你找第一篇 cat， 然后你这就是这个病人所有的资料。哎，这个病人出院的时候，这个医师所打下去的病例，
这样可以接受吧？好，这个大概你会发现它大概都是很简单的模式啊，大概就是分好几点这样。第一点，它有一个癌症，然后这个，好，第二点，它可能有什么什么感染啊？第三点，它可能有一个什么严重呕吐啊，巴拉巴拉，对不对？好，这个你大概知道它的格式以后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叫 cancer code。这个 cancer code 啊，一千，它写一，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份癌症的病例。你大概看语言，你就发现它第一个字就是癌症嘛，对不对？那十啊，这不是一个癌症的病例，对不对？那我们仔细看一下第十篇，第十篇它看起来像是一些什么military stress， 这是不是某个人要退伍，准备去给精神科看病的一个这个，是不是？俊凯，你觉得这个报告像不像要退伍的人？蛮像的 ，military stress 这样子，好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啦，可是。我只是，反正他显然不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来，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给你一大段文字，那我们希望你能够预测这个到底是 cancer 还是不是 cancer。那你可以把那个 cancer 换成，比方说有没有艾滋病，啊，有没有精神疾病，有没有什么啊，这个都很简单，这是同类的任务嘛，对不对？只是顶多只是说，假设你的疾病总数有100种的话。你就要做100个 model， 就这样而已嘛，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对吧？好，那我们首先呢、啊，在做这个文字以前呢、啊，文字有一个非常大的关卡，就是我们要做前处理，我们要先把这段字改成单字，我以单字为 base， 因为英文字母如果你以字母为 base 是没有意义的嘛，你去统计它出现几个 A， 统计它出现几个 B， 这个有意义吗？这个我想很难有意义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把它用以单字为 base 把它切割开来，这个是一个前处理的语法啊，还包含了做那个就是拼写校正，那你只要直接用就可以了，你直接用，哦，我还要先。好，注意哦，你在用之前你要先下载这两个档案，然后放到某一个路径，像我这边是放到 data 这个路径里面，这样可以哦。啊，你要告诉他字典在哪里，这两个是字典啊。好，你用完了以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他就做完这个文字前处理了。好，你看到了，他说第一个，这个有一些 那个忧郁症啊之类的，好 ，military stress， 你都看到了嘛，对不对？那中间有些空格，你不要管它，反正就是，他是不是就把单字给拆出来？好，那把单字拆出来之后，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要把所有我出现过的所有病例，所有出现过的单字，先建一个字典嘛。我建完字典以后。我才有可能去统计哦，它出现了几次 A 字，出现了几次 B 字，出现了几次 C 字，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请你直接这个刚刚的那个下载下来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叫 proceed 在 P 在啊 proceed note， 这 process note 啊就是。已经帮你把前处理全部都做完，所以我们直接用 process notes 这个东西来做后续的任务就可以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原始的档案是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是一大串文字嘛，对不对？好，那经过这个前处理函数之后，它会长成这个样子。那你直接使用 process note 就可以，这样可以吧？好，那我要怎么把所有的单字？总共有哪些把它抓出来了，你可以先把对 proceed note 做 unlist， 然后你想要看它总共有几个，那你就是 factor 之后然后取 label，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总共有几个类别嘛，对不对？好， label word 的第一个，注意哦， label word 的第一个是
空白，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空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空白去掉，所以我们负一。我们总共有几个字呢？有5874个字。那接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要把每一个 document 总共有4535个 document，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5874乘以4535的大矩阵。那怎么做呢？我们先做一个叫 TDM array， TDM 就是 term document matrix。 好，然后我们去看啊，这个你的字啊有没有出现在后面的 word 里面，有的话我就把它填进去。那最后你这样子很快就可以处理完了。好，你这样跑非常快哦，跑完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5874乘以4535的一个大矩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就是第一篇 document 的这个向量，然后这就是第二篇 document 的向量，这就还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好，那接着既然问题已经被改写成，就你给你一个大矩阵，然后再告诉你一个 label 就那个 cancel code 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这个 MLP 了？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多层感知去做分类任务嘛，对吧？可以了解吧？好，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花一些时间，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就是使用多层感知机。啊，你如果懒得，我觉得这个题目算简单啊，你如果懒得自己写，你就直接贴后面的语法，这样就好了。好，我们节省大家时间。好啊，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希望你 training 完以后啊，你可以试着随便给他打一段病例。那我这边贴了两段范例给你，下面这个显然就不是癌症嘛，对不对？上面这个显然就是癌症嘛，对不对？那你丢给你的分类器，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分类。好，我们把时间给大家。好，那就是这题应该相对简单啦，就是那我们就直接贴就好了。那跑起来应该也非常快。哎，找不到哦，我前面还有复制完。好，那我们来这个，我们就一直贴，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是贴得很熟练了。好，那开始训练模型。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跑得非常快，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就简单的一个那个多层感知机就可以解决了。那准确度大概也不会太差，那我们就不试了。那之后你也可以你可以拿一个新的病例内容，然后你丢到这个先做文字前处理，处理完了之后把它填到我们的这个 TDM 就 Turn Document Matrix。那填进去了以后丢进来 predict， 哎，出来的结果一定就是要么就零要么就一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份是癌症病例，另外一份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好，那这个我们刚刚用的是磁带模型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啊，我们把文字啊向量化。啊，这个向量化有很多缺点啊，哪些缺点呢？啊，第一个 toy dog 跟 dog toy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你把它向量化以后，它们会长一模一样，所以文字的顺序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有可能保留文字顺序吗？哎，有一个想法，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假设你现在有10万个单字哈，在我们的任务里面只有5000多个单字了。那假设我们现在有10万个单字，那我们第一个字出现，我们如果第一个字出现是第999个单字，那就是前面998个零，然后999是一嘛，对不对？后面全部都是零。那这就是代表第一个单字，这第999个单字嘛，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串向量，然后跟下一个单字这样子一直这样合并起来，那第一个单字就是在990个地方是999的地方是一嘛，剩下的零。那第二个单字呢，就是可能是在12172的地方是一，剩下的地方都是零。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字都把它的顺序也把它表示出来？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本来我现在每一个单字我都换成一串向量嘛，这串向量长度或许是10万，或许是20万，或许是100万，那都无所谓。那我一直往它有几个单字，这个句子有几个单字，我就往右边 combine 嘛。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可以吗？你眼神怎么那么有疑惑啊？不确定懂不懂？我画黑板好了，好不好？画黑板，然后就是这样子。你的第一个字，这是你的第一个字，然后它可能零零零零零，然后这边有一码零零零零，这是dog， 你也可以这样子零零零，好一啊零零零零啊零零零，好这样可以吧？你可以这样子扛败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呢，矩阵 dimension，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100个单字的句子，那矩阵 dimension 大概多少？是不是大概可能就是10万乘100，对吧？啊，你说数字很大，数字很大，就全部丢给 deep learning 去学习嘛，对不对？啊，不过数字很大就是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呢？来，因为啊，这个我们绝对不可能把所有的同义字、所有的片语做完整的收集嘛，对不对？刚刚那样只有讨论到单字，就是你要，那如果是片语怎么办？那是不是就很难？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写文字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太长了，就是单字的数目太多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一定要保留文字顺序，这个大家要先同意这件事情，一定要保留文字顺序。那但是如果你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向量化的技术的话，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向量的长度就太长了，长到可能很难运算，这样可以了解吧？好，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解决的方式就是我需要，这个就是词嵌入模型，我需要找个方式把单字变成向量。那我把单字变成向量，这个向量要满足一些条件。举例来说，字如果是相似的字，那我希望它向量是接近的。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换个讲法，就是觉得 love 跟 like 这两个字是不是很接近，意思很接近的？那我希望如果他们被，如果 like 后面有一个高维向量，Love 后面有一串向量，我希望这两个向量越接近越好，这样可以吗？那我希望举来说，这个举来说、King 跟 Queen， 那他们是不是也是很接近的意思？但是他们是男生跟女生有差别，那他们如果 Male 跟 Female 的差距就等于 King 跟 Queen 的差距，这是不是很棒？好，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产生这个东西呢？这就是困难的地方，但我们先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做得到的话，那我刚刚本来一个字我需要用10万个数字去代表它，我现在一个字是不是说不定只要用100、顶多1000嘛去代表它，这样可以了解吧？那这个东西就叫词嵌入模型。好，那你压成如果1000那就很方便啦、假如说你一句话讲100个字好了，那1000乘100这不是跟一张图的大小差不多？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用卷积神经网络去处理它了？好，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好，问题关键只在我要如何向量化。这个我向量化的这个意的英文叫 embedding。embedding 如果你直接翻中文叫嵌入吧，就是 embed 就是那个把东西嵌进去这样意思嘛，对不对？ embed 但是 word embedding 啊，它意思就是 embedding 的意思就是。向量就是代表某一个意思的向量就叫 embedding。 那 中文好像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很精确的词啊。那大家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今天要代表主要说我今天对这个图抽出一串高阶向量，这个也叫 embedding 哦，叫 image embedding。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向量如果代表某一个意思，我们就会叫它 embedding， 不会叫它 vector， 这样可以吼。好，就 embedding 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啦。那、你如果翻成嵌入，实在也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 embed 是嵌入嘛，对吧？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来讲一下，1980年代就已经有人想要把单字变成一串向量、但是都做不好。那有一篇比较大的突破，这个应该不是说比较。
较大而已，是最重要的突破。当然你现在回头看的话，你会觉得它不重要，但是我必须讲这篇是很突破性的，是 Google 团队2013年发表这篇 paper。 我们来看一下它被引用几次好了，至今为止，最近语言模型非常红，我们来看看这篇。哦，三万好像有点普通。好，没有办法，因为我告诉你们了，因为 现代我先跟你们剧透啦，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你们觉得最厉害的模型，什么 ChatGPT 之类的，对不对？它已经不是用这个技术了，就是它还是太古老了。可是而且那我刚刚教你们那个磁带模型又比这个更古老，所以这也是上一代的技术了。可是我还是得先教这个，不然你们后面就是很难去接到 ChatGPT 去。好，那这个方法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 Word to Vector， 就是文字换成向量嘛，对不对？所以你搜寻 Word to Vector， 你大概就会找到这篇 paper 的结果。那我来讲一下这篇 paper 它最核心的 idea 是什么？它最核心的 idea 是这个样子。来，如果两个，这是它的假设哦。大家以后要做类似的任务的时候，可以也想一个类似的 idea， 然后你这样才有办法写出数学式。它的 idea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两个单字，比如说 like 跟 love， 它们很相似，它们的意思很像，那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件？我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 I love you， 我把那个 love 换 like， 那这句话应该还是可以通，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不见得字完全，不见得意思完全一样，但是你就会觉得，你就很难去辨认说，到底 I 叉叉 you， 对不对？到底要填 like 还是 love， 对不对？啊，你也许再多看后面几个句子，你可以分辨到底要填 hate 还是 like 还是 love， 对不对？可能就不是 hate， 可能是 like 或 love， 可是这两个字你就需要更多的前后文，你才有办法去区分，所以他们就很接近。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现在啊，就是那如果你现在已经知道说这个就是如果两个字共享类似的上下文，他们就是同义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啊，负责做什么事呢？我现在随机在一大串文章里面随机找20个字，连续20个字的排列，然后我把中间的一个字挖掉，然后请 model 去预用剩下的这19个字去预测这个字。那他假设预测的是准，假设他预测的会准，那以后我遇到了，假如说 chronic 叉叉 disease， 那他发现当他不看上下文的时候，他只能够，他没有办法确定到底要放 renal 还是 kidney， 也可能会放 liver， 对不对？那如果放的够长的时候，他看不出来是 kidney 还是 renal， 这两个字实在是太接近了，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train 一个模型，然后让模型告诉我哪些字是同义字？这样可以接受吗？这个模型长得非常简单。来，一开始你的 input， 因为你的 input 就是假如说20个单字好了，然后我们刚刚前面不是学了磁带模型吗？所以假设你有100个，假设你总共你的单字数目有10万个，那就是10万个0跟1嘛，这样可以接受吧？然后你现在找一段话，这个一段话它可能有20个单字，对不对？你就把前面的19个单字。把它放到那个 input 里面，那就是这个10万个0跟1里面就有19个1，剩下都是0，这就 input 嘛，对不对？这应该很容易可以想象嘛。那 output 呢？ output 就是我刚刚那个字，我刚刚被我挖掉那个字，比方说最后一个字，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我这个模型啊， input 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这个就是比方说10万乘1的向量，对吧？19个1，剩下都是0。那我先让它经过一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这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它希望有这个特性哦，它希望把10万进行压缩到剩下本来是 v 的大小，压缩到剩下 n 的大小，然后剩下50，它先压缩，
然后接着他再把这五十再乘上个五那个就是五十乘以这个五十乘以一那个，假如说十万的一个矩阵回去，那接着他这边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正线当负线大值？你经过两个矩阵乘法之后，一定没有经过非线性转换哦，注意没有经过非线性转换，你这个出来是不是就是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值？那你全部经过 softmax， 那它是不是加起来会是零？加起来会是一？然后所有数字都是介于零到一之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softmax regression？ 这个模型够简单吧？那同意模型够简单。好，那模型够简单的时候，我们来，我们先。就是如果你要做资料前处理的话，它处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要把一段一段话截出来，所以我这边已经换成单字了，就是你看哦，我是用这是第1600多个字，用前面六个字，然后预测下一个字是1934这个字，这样可以哦。然后接着你看哦，我都往上移格而已哦，我就把这个移上来而已哦，把这个移上来，就是我去掉这个字往下移，那我这个字是不是上来了？然后他预测下一个字，预测这个，所以你的 sample 大概就要整理成这个样子，这个很容易吧？就是你去上网爬一段 Wikipedia 的文章，那你是不是设一个 sliding window 可能是 20， 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一路扫下去？你产生的样本是不是非常非常多？可以接受吗？好，那来，我们现在来想一个这个这个刚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大家可以试着，就是我贴这个语法就好了，大家不用特别做，因为为什么不给我贴？哦，因为这里我已经load过了，我就不贴了。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哦，就是这边大家不用贴，因为啊，等一下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要把一个单字变成一串向量。这个我们等一下直接去下载对照表就好，因为我们现在在上课期间，我们不可能把 Wikipedia 都 training 完嘛，对不对？所以我已经帮你们把 Wikipedia training 完了，然后我把结果就留，就反正等一下就大家直接下载就好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么小的样本上面去 training。好，那来有一个数学原理，我希望大家了解，就是当我们做这个模型之前，因为它要跑向，对不对？我请问大家一件事，现在如果你的单子，如果你现在输入比方说 chronic disease 就两个字了，乘到这里以后，那它是不是就一串向量？这串向量照道理来讲，它是不是代表的前面的单字的总和？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好，接着它要怎么对右边，它要怎么输出十万个零跟一呢？这边是不是有个矩阵？这边是不是有个矩阵，对不对？那这个矩阵就是要乘上50，然后出现十万个数字嘛，所以这是一个50乘十万的一个矩阵，对不对？这里要乘一个50乘十万的矩阵，这样可以接受吗？那50乘十万的矩阵是不是就是对于每一个，你把那个十万分开来看好，因为那每个十万就是代表十万个单字。那十万个单字的向量，是不是就是去算十万个单字的向量跟中间这一个 hidden layer 的内积，然后看看谁数字大？因为你算出来数字大，你 softmax 出来就会很接近一嘛。所以每一个这一个矩阵的每一个，就是那个十万那个维度的每一个。十个向量，是不是就是那个单字的，的向量？那个单字的向量，这样可以吗？就它对应到每一个单字，它是有对应的哦，对应到每个单字。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今天你真的输入 chronic 叉叉 disease 叉叉，你挖掉了，你问他说要填什么字，他会发现他不知道要输出 kidney 还是输出。对不对？他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他输出会输出成什么样子？他很有可能会输出成这样。
Kidney 50%， Renal 50%， 剩下0%，是不是？是不是很有可能会输出这个样子？可以想象吧？你这个模型很聪明啊，它应该学得出来，对不对？哎，那等一下，你现在想一下，因为 chronic disease 的这一串向量是一致，对不对？那你希望 renal 跟 kidney 他们在输出的时候，他们几率也要一致？那你的 input 一致啊？那你怎么样能够让 output 一致？你们内积的向量一致，出来 output 就一致，这样可以接受吗？有听懂那个意思吗？你们内积的向量一致，它出来的数值就一致。好，你们看不懂，我们看，我们画黑板，简单讲一下好了。中间那一层，我们会出现一个50的，我们会出现一个50×1的一个向量嘛，对不对？这代表是 chronic disease 这样的。好，接着我要乘以一个50。哎，不好意思，我这个要反过来，这一乘五十，这样可以哦。哦，我就不反，50×10万的一个矩阵，这样可以吧？然后这里是这样子，1×50，好，那我现在认为啊，这个字跟这个字，这个可能是 renal。这样可以吧？我希望这两个乘完之后，这两个乘完之后是不是会变成一个1×10万的一个矩阵？那我希望啊，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是0.5，剩下都是零，这样可以吧？剩下都是零，我希望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这个因为这个数字是一样的嘛，那你希望输出是一样的？这两串向量是不是就会非常非常接近？可以了解吗？这两串都会非常非常接近。所以，什么地方保留了我们这个资讯？不是输出哦，是这个矩阵保留了。这个矩阵就是你的词跟向量的对照组。这个真的非常特别，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在 training model 的时候。我们曾经去讨论过里面权重的意义吗？没有，对不对？我们都说那个不要管，就看结果就好了。哎，结果他建立了一个模型，然后去做了一个看起来不知道他在干嘛的，看上下午预测下一个单字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模型做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对吧？可以了解吗？啊，当然了 ，ChatGPT 也是给你一段字，然后预测下面要出什么。但是这个模型显然没有 ChatGPT 那么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任务基本上他做的一定是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权重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可以拿那个权重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哎，每一个单字它的向量就是这一串，那向量越接近，就代表模型在预测同样的上下文的时候，会不知道它到底要输出哪个字。这样可以了解吗？好，这个 idea 真的很棒哦。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啊，因为我刚刚已经把 iterator 弄完了嘛。来，接着，哎，看着我怎么做的哦。看着哦 ，data 进来之后，先把它压成50，这个很标准的 fully connected， 对不对？接着你把50还原回去 level of words， 完全没有经过非线性转换哦，也不需要经过非线性转换，因为它有压缩，因为它有压缩，所以它不需要经过非线性。好，那我们现在预测我的样本就是刚刚那些样本哦，所以我现在是真的重新 training 哦，我是真的重新 training 哦。哎，怎么那么不给面子？这太夸张了吧？前面哪里有出错吗？还是这个 my iterator 出来的这个哦，我还没复制这个 my iterator， 这一串我应该还没复制。好，那我再来，我就在让它 training 哦。
我们刚刚理论讲得很漂亮，可是我还是很想让你们亲眼看是那个效果。就是我不是直接给你们对照表，我还是虽然这是小数据，但是我还是 training 它，这样懂我意思？然后我想亲眼让我实际上我真的把那个权重抓出来，这就是我把权重抓出来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亲身体验用 Kanzer 去抓字，看他抓到哪个字。好，啊，我到底要 training 几代啊？我 training 五代，那很快了，很快就结束了。好，你会发现在 training 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看它 loss 降太下来，对不对？这个任务的目标不是真的要把 loss 降得很低，预测的很准，因为不可能会准的嘛。因为有一些有太多单字意思是一样的啦，对不对？这个任务的目标不是这个，哦，这个任务的目标真的只是把中间的权重拿出来而已。好，然后你看我把中间的权重拿出来，这是一个5874乘以50的矩阵啊，这50不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比较低维的向量，然后去表示那个字的意思吗？好，我们把 cancer 这个字的位置抓出来，然后我们去不断的去求每一个单字跟 cancer 这个字向量的余弦值。余弦值是一的话，是不是代表它们的方向完全一致？余弦值负一就是完全相反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求每个单字跟 cancer 的余弦相似度。你看到你看，觉得非常惊讶，这些字都是跟 cancer 有关的，越前面就越像。也许顺序不是100%完全一致。举例说，这个字跟这个字看起来跟 cancer 就没什么关系，好，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看前面的是不是就非常非常接近？对 ，lesion 你可以讲它也是了，对不对？它基本上就是在描述 cancer， 你说怎么这个东西你讲 cancer lesion， 它大概都是很接近的字了，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不信邪，我们换一个字好不好？来，有没有人要换一个医学单字的？啊 ，pneumonia， 哇 ，pneumonia 怎么拼啊？UMO 不可能啊， pneumonia 应该是 P 开头的吧，啊， PNEUMO 这样吗？ NI IA 是这样吗？看不出来，后面的字不太认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反正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要把文字向量化，就这么简单。这个你知道东西就是越简单，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的实现方法越简单通常越好。你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2013年才会有人想到这个方法，对不对？这个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虽然说 ChatGPT 已经不搞这套了，对，但是我想你们听到这个研究你们还是会觉得很了不起，就是哎，他真的他怎么想到的这样子。好，那来我这边我讲那么久的原因就是我想跟大家讲说，你看他的核心 idea 就是这个，核心 idea 是这个，然后他把这个换成了一个数学问题。核心 idea 就是共享上下文，相似字的特性就是共享上下文，所以如果我做一个模型用上下文预测单字，那绝对就是那就是会这个，就是那这个字就会很接近，这样可以了解了。好，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下载啦，下载这里有这个就是，我们直接用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可视化的过程，就是这是一个别人的网站。那这个别人的网站就是说啊，我可以试着啊，就是你的上文是 it， 下文是 apple， 上文是 it， 下文是 orange， 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这样子 it rice， 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你可以自己改很多字哦，然后你给它足够的语料库，给它足够的语料库之后，你按它按 training，
你让他 training 多带一点，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单字，它的，比方说你看这个就是照道理来讲，它就会比较接近，这样懂我意思吗？可是接近的前提是你在这边给的语料库是这个符合那个单字的意思，这样可以吼。好，那你可以直接下载。下载是要在这里下载吗？下载太累了吧？我没有哦，在这里下载，在这里下载，好不好？是，我已经英文 Wikipedia 已经全部都被我们训练完了，而你直接下载下来的档案会长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应该要知道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基本上也算是一个语言模型啊，语言模型是非常难 training 的。所以我们上课都不演示这一段了，我们上课用的是一个小样本，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words matrix， 来，这就是第一个单字，它全部都是零，因为这是一个 padding， 就是等一下我要填空填白的。好，第二个单字啊是这样一串向量，第三个单字这样一串向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word reference。好。第一个单字 the， 第二个单字 of， 第三个单字 to， 以此类推下去。那我们再做一次这个我们如果要把刚刚的那一大串这个病例把它向量化，把每一个单字向量化之后再把它拼起来，那我们是不是来，我们现在找一串文字，这串文字是这个，这是 processing note， 这就是这就是我经过前处理之后，我把每一个单字割开来之后的感觉嘛，对不对？割开了以后，我把它丢进这个字典里面，那它会产生 word position。这 word position 就是告诉我，哦，这边是第一个字，这边第二，这它以此类推下去，这就是1036的字，然后这是 NANANA 啊，5654啊，以此类推，这样下去可以哦。全部做完了以后。我们把它填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把 word position 把它填到我们的 word matrix 里面，好，你就可以看到我们 final 的这个 image， final 的这个 text image array 是50×301，这段句子总共产301个字，然后每一个单字的向量是50，向量长度是50，你把它画成图，它会长成这个样子。还有我这样画的有点丑，好，你这样你看这个就好了，好，这样可以吧？这就是一个单字，这就是一个单字嘛，对不对？啊，你看到后面这个就是 NA， 它这边有一个就是反正被处理掉的空白，这样可以理解吧？好，你现在已经把单字，你现在已经把句子，把一段一个 document 换成一张图了，你是不是就可以用卷积神经网络去做了？好，可是这个卷积神经网路，你要好，我后面再讲这个卷积神经网路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限制哦。我们先这边是在做前处理，我们先把所有的 document 都变成 image array。我们这边我们就，这个大家都要做哦。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现在是用笔电的，已经可以开始做了，就是你要先下载这个 document， 然后你把它读进来，从这边开始哦，从第18页这里开始，所有人都要做哦，就是所有人都要贴。不然你没有办法做后面那件事情。做完了这个以后，它的维度应该是50×46×4535，4535就是 document number of document， 这样可以吧？那494呢？是最长的一个病例，长度是494。好，那有了文字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分析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Training set 跟 test set， 这边大家都要贴哦。然后因为我们要变成卷积神经网络嘛，它的维度必须改成四维，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用我们的卷积神经网络去做。那这个就是 number of channel 嘛，对不对？那在这里它没有什么多重 channel， 它就只有一个 channel。好，那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图，我们在它前处理的过程，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卷积核可以左右扫，那可不可以上下扫？你们觉得可不可以？来，为什么不行？来讲一下。一个单字应该有全部的向量，它不能够上下看嘛，对不对？没错，讲非常好。因为你在上下的时候，它没有平移不变性。卷积核有一个很重要，卷积神经网络之所以它做用来做视觉很好的一点是，今天一只猫它出现在你眼睛的上面跟下面有差吗？它都是一只猫，对不对？它出现在你的左边跟右边有差吗？它都是一只猫，对不对？可是，在做文字图的时候，注意上下是有差的。可是左右是没有差的，那出现那个 cancer 这个字出现在这段话里的哪个地方都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就是假设、你说 cancer 你要考虑上下文，那就是假如说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就算一段要考虑上下文的字了吧，对不对？不然只看 renal 你也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那 chronic kidney disease 这一段话出现在整个文章的哪里意思都一样，所以它可以左右平移，它不能上下平移，这样可以接受啊。所以我们的卷积核必须设计成50×1的卷积核哦。大家听懂我意思吗？50就是上50，我一次就要看50个向量，向量长度50，50个数目我全部都要看，然后它可以左右移，这样可以吧？那如果1的话，就代表它一次只看一个单字，对不对？可以接受吧？一次只看一个单字，那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卷积神经网络了？当然，我现在只能看你的单字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好，这就是大家贴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不见得要贴，因为这边跟后面的练习题没有关系，好不好？这边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开始训练模型，我们来试一下。好，训练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拿来 training， 你可以直接拿来做预测。好，这里大家不用跑。好，那大家跑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模型的准确度跟前面那个磁带模型的准确度相当，没有比较好，差不了多少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们，原因非常简单啊。我们这里，我本质上，我虽然把它变成卷积神经网络了，对不对？那本质上它看的还是单字嘛。因为我现在扫的向量只有一啊，我没有多扫几个向量，多扫几个单字，对不对？如果一次看三个单字，我是不是这边把一改成三就可以解决？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改成这个样子吗？扩展性好，就是你看起来你好像把事情搞复杂啊，实际上。因为扩展性变好，所以说这样的网络比较好。好，那我来跟大家讲，我们来看，来练习二就是，练习二是之前我发了一篇 paper， 好不好？就是刚刚的 idea 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一串一个 document， 它就是一个 n×50，n 就是 number of words，n 乘五十的一个矩阵。那你可以用不同大小的卷积核。1×50或者是2×50到5×50的卷积核去扫描它，扫描出来的特征图意思是什么？扫描出来的特征图数字越大，代表是这个卷积核跟这个单字越像，可以接受吧？那我只要取 max 的数值就好。为什么我只要取 max 的数值？很简单嘛，有出现就好啦。我只要知道出现最像的那个单字是什么单字，这样就够了。我不需要知道它出现了，就是 我用 average 不好哦。你用 average 的话，假设一段很长很长的 document， 然后你给它 cancer 这个字，那它有500个字，你是不是就要跟500个字平均？那是不是就不太好？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因为在一个长度为500的这个 document。里面出现 cancer， 跟一个长度为10的 document 里面出现 cancer， 那 cancer 它带给我们的意义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要用 max pooling 哦，我这边不能用 average pooling 哦。然后我 pooling 完了以后，我再把它 concat 起来，串联起来，再过一个
fully connected， 我就可以做预测。好，这个是我之前发的一篇 paper 了，好不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架构，然后试着去实现这个架构，应该不会很难，或者你只要直接抄后面的也可以，好不好？就是我其实换掉就是这里而已，换掉就是这里而已哦。然后就是我本来只有这一段嘛，我现在改成有一二三四五个，就是它会扫描一二三四五个单字。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好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扫描六个单字、七个单字、八个单字啊，这样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把时间给大家，大家试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这篇 paper 哦，就是这篇 paper 我做的这篇 paper 哦，它其实就是你应该感觉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创新的地方嘛，就是主要就是把2013年那篇 paper 拿过来用嘛，对不对？你有了很好的这个文字就是文字的 embedding 技术以后啊，那你就接着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想到它是不是要变图嘛，对不对？那变图了以后处理片语的时候就变得简单了。所以这篇 paper 的关键技术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就是跟前面的 back of word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在处理片语上面效率比较高，因为它是自己去学的，自己去学习它需要看哪些片语，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只看单字的部分，它是没有比较厉害的，但是片语的部分有哦，因为片语的前处理不好做，很难做哦。你们想想看，片语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定义到底有哪些英文字是同两个单字合起来是一个片语，很难做哦。你不可能把所有组合列出来，你本来就已经有40万个单字了，那你两个字的片语组合是有什么40万平方哦？啊，三个字的片语或五个字的，这个还得了，对不对？所以我这篇 paper 唯一的创新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把就是结合这些技术，让它更有效的去处理，就是片语或短句而已，这样懂我意思吗？后面其实还有，后面如果要继续研究的话，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做的议题啦，好不好？好，那反正你就把模型换掉啊，模型换掉我也懒得换啦，好不好？就是在这里，我刚刚已经解释我的模型架构了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试着把这个 filter size 再把它调大。你可以再把它调大到7啊8啊之类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那个时候稍微试了一下，就到5就差不多了，在网上到7啊8啊9啊，那其实就是没有差那么多，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做的任务什么病例分类嘛，对不对？好，我现在只有给你们癌症分类啊，我那边 paper 不是只有做癌症分类，是做所有病例的分类，就是所有疾病的分类。那它大致上基本上都是在认那个疾病的单字，就是跟那个疾病有关的单字，不太可能会需要认到句子这样子。所以它大概到五个字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你可以稍微试一下七个字、八个字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应该是没什么影响。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那篇 paper 做完了以后，大家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就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没有考虑到整篇文章的整个全局的单字顺序嘛，对不对？我要怎么考虑到全局的单字顺序？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就是不断的往上卷积，其实就有可能可以做到，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五个就是看五个短句的卷积盒，那你就往上再叠一个，一直往上叠。那是不是就越看越长了，对不对？这就好像之前说这个一个五乘五的卷积盒可以拆成两个三乘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直往上叠，你就可以把整篇看好了。可是在这个任务里面我们试过了没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看，它真的不需要看整篇句子，这个任务太简单了，不需要看整篇句子，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未来要处理更困难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考虑整篇文章的顺序的。那这个我们下节课才会教怎么样把整篇文章的顺序讯息整合在一起，这个我们下节课才会教。那如果只到这节课的内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model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增加它的效能呢？好，我跟大家讲还有个地方可以增加它的效能，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主结构已经很完美了，没有什么问题，那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前面的 embedding 的地方，你想要改变嘛，对不对？那我们刚刚 embedding 的地方，我们是拿什么 Wikipedia， 对不对？好，你们同不同意这个？如果一个单字它可能很多个意思，那在不同语境里面，它意思会不一样，对不对？同意嘛，对不对？好，举例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举例说这个 Zika 这个单字，这个在医学上面非常特别，那是一个病毒的名字啊，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对，兹卡病毒，大家都听过。只是如果你把那个 Zika 拿去那个就是大概那个就是就是一般的那个 document 里面，你可能会发现这个 Zika 它很最常接的单字都是什么 Mr 啊之类的，就是一个姓，对吧？就是一个，它就是可能会被人家拿来当名字，拿来当姓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它不会被拿来取名叫病毒，对吧？这样东西只有在医学的 document 里面，这个字才会这么特别。还有很多这个像什么 Company 啊，这个你在军队里面这个是不是这个连嘛，对不对？那可能是这个公司，就有很多一个单字它有好几个意思，所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embedding 应该不会是泛用的，它应该是这个就是某一个特定领域，应该叫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这个就是的这个就是 embedding，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因为你一个单字只能给一串向量啊，你又不能一个单字给很多个向量，对不对？你一个单字给很多个向量，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用哪一个？你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你怎么知道？那你是不是又要考虑上下文，对不对？那考虑上下文就不是 embedding 可以解决的事嘛，对不对？那个就是要下一节课我才会教你们用什么技术去解决。好，那所以我要怎么改变呢？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本来是在 Wikipedia 上面 training 嘛，对不对？你把它改在 PubMed 上面 training， 那 performance 就提高了。不过这样提高可能还是不够好，就是毕竟PubMed 用的字那是医学文献嘛，对不对？这跟我们病例打字那还是差很多。那所以讲了半天，我又要用这个医学的文字去，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病例资料去 training 那个 word embedding 模型了吗？这样又有一个缺点，就是智慧量不够，对不对？你觉得网络上的智慧量比较多，还是这个我们医院的智慧量比较多？当然网络上的智慧量比较多嘛，对不对？好，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比较好的方法是在模型中使用时间度，就是我现在在 training 的时候，我刚刚是先把它 embed， 我先把我这个大就是东西变成了文字，你那个 text image 对不对？我变成 text image 之后才去做卷积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应该是变成 text image 前啊，就要让它可以学习，就是我相当于是那个对照表是要学的，我不要 fix 住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怎么学呢？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我直接，这个是我新前处理完的新做的前处理的方式哦。我新的前处理的方式是把它变成一个 sequence， 就是等一下我要让 MXNet 自己查对照表。你要用的函数是有一个函数叫做 embedding 这个函数。embedding 这个函数，你要告诉他，他首先要产生的是50这个number of word 乘以50的一个 embedding， 然后让他自己去对照。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输入一段序列，让他自己去对照，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这样你让他自己去对照的话，你一样会遇到刚刚那一个问题吗？就是我的单字数目就变少了嘛，你看我单字数目是不是只剩下一点点？这样可以了解，就是我曾经出现过的单字。那比较这边 training 我就不 training 了，好不好？我就跟大家解释概念，这个差别不会有多大。就是你如果真的去做了这个任务的话，你会发现 performance 差别不会有多大。好，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你可以把
原来的这个东西经过一个矩阵乘法，那你就可以产生一个 n 乘以，比方说，你就是不是就可以产生一个什么 n 乘以，比方说这边15也可以，或者50，就是你把本来的向量经过一个矩阵的乘法，它又变成一串新的向量，实现的过程会有点像这个样子。东西丢进来之后，先过 embedding， 进来变成 embedding one， 对不对？那经过一个 convolution， 让它先扫描过一次。注意哦，这样子的一个50维的这个convolution 下去之后，它是不是就是类似 network 给 network 的关系？它就是我在乘上个矩阵嘛。这样子乘完之后啊，这样它的 shape 是不会改变的哦，可是它的数值被改变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我觉得看你们好像听得不是很懂的地方样子，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 paper 好了，我那个 paper 画图我觉得比较清楚。我们来看一下那篇 paper 在哪里，2019年的样子。好，就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串向量，就是你有一串矩阵嘛，对不对？这个矩阵经过一个矩阵的乘法之后，就会有一些投影，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它的关联性就会有一些改变。而举例来说，这个C 绿点跟蓝点本来跟绿点和这个什么的橘色点，它们的距离本来都是一样的，它们本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经过矩阵的投影，因为你左右拉的这个力道跟上下拉的力道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这个关联就有了一些改变？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embedding， 我们 training 完之后，我们得到这个 word to vector 以后，不管你是从 Wikipedia 还是从 PubMed， 你可以在中间再加一个50×50的矩阵，那这样合在一起，这个单质量就不会减少，因为它的 lookup table 该有多大还是有多大，对不对？可是你就可以用这个矩阵去修正这整个 lookup table 它的关联性嘛？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你在神经网络上去实现的话，就是这样实现，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在中间加一层。就在中间加一层而已。好，这样懂我意思吧？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你看这样，就是这样也可以发一篇 paper， 你会不会觉得这篇 paper 很烂？好，我跟大家讲，就是神经网络的 paper， 就是这个就是医学资讯的 paper， 或者是这个你们之后看到像什么 ResNet 之类的啊。那 ResNet 当然提出 idea 非常厉害，解决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好不好？但是你们应该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基本上要实现或者是想法都很简单，都是一个就是 ResNet 你讲白了，它就是它在程式上面的实现，不就是加一个加法嘛，对不对？那只是它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所以它影响力很大，但是本质上难度都不是很高。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一样啊，为什么我让你们希望你们看 paper 就是这样？你会发现，跟你们看那些 paper， 它本质上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应该你们现有的，就是你们已经上过这么多课了，现有知识储备，那绝对都离那个不会太远。那他们的那个 paper 大概都改进一点点，改进一小点。这样懂我意思吗？那只是有时候改的那一小点，在程式上面都非常简单哦。举例说。你看 network 与 network 那篇 paper， 它其实就是说一乘一的卷积核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就写了一大篇一乘一的卷积核。你现在教你，如果在没有任何理论知识之下，你随便找一只猴子来让它 coding， 它都有可能 coding 出一乘一的卷积核，对不对？那他就说这个东西有用，那这样就一篇。所以资工背景的 paper 就是这种电脑科学的 paper。它的技术实现上其实通常都不会很难，但是 idea 都会很不错。就是重点是你怎么去，你
你为了解决那个问题，你想到 idea 到底是什么？好，举例说，以刚刚这篇 paper 来讲，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embedding 不好，原来的 embedding 不好，对不对？你要特意的 embedding。那你如果用自己的 data 去 training， 用你自己的那个电子病历去 training 的话，那你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字不够多。那你怎么样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这 idea 就这样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大概就是电脑科学的 paper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些很创新性的，就是把整个架构都改掉的 paper 非常少。我也没有叫你们看那些 paper。那些很小的 paper， 就是改进很小的，像 ResNet， 那个它引用次数不见得比较少，通常还会比较多。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会比较多，因为它好实现简单嘛，对不对？啊，你一下子把什么东西都推翻了，大家看不懂啊，对不对？千万不要觉得那些人特别聪明哦，那些人也没有特别聪明。大家要读一篇完全全新的 paper 也是非常困难的。好，那我们这边就不带大家实现了。那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非常有挑战性。至少到去年以前，对，2021年以前，非常有挑战性。你几乎没有看过哪一个自然语言的这个就是应用，然后做得非常好，对不对 ？Google 翻译大家可能用十年吧，这十年间你们有感觉到它有什么进步吗？哎，其实真的有进步啊。如果你们用过，你们在用过超过十年以前的。就在老师念大学的那个时候，那个翻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好笑。在2016年 ，Google 有公布哦， 2016年之后 ，Google 那个 Translate 有改一个版本，之后有改好蛮多的，就是比16年以前的好蛮多的，但一样远远不如现在的什么 ChatGPT 啊。你现在丢一大篇文章给 ChatGPT 翻译，那翻出来的绝对比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好多了，对不对？你甚至还可以叫他 rewrite， 对不对？那个翻出来真的是只有意思一样啊，每个单字对出来都不一样啊，对不对？然后他真的写得很棒，所以之后的语言模型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很棒。那我下一节课会好好的讲，之后语言模型到底有哪些很了不起的进展，到底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不好？那所以下节课就是下个礼拜一啦，就是原则上。最好不要翘课了，好不好？因为那个很难。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ChatGPT 怎么做的。好，那这个这节课一样还有很多缺点嘛，对不对？就是整个结构仍然在抓重要字跟片语，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下一节课的更好的模型来帮忙。好，那我觉得今天自然语言的课程大概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就是先初步了解一下自然语言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突破。或者 idea， 把文字向量化，这样就可以了。之后的 ChatGPT 它基本上还是基于这个技术，只是它的创新已经不是只有在这个部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啊？看起来是没有，那我们就这样吧。